的贵宾好，媒体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李培珍，很开心担任今天的主持人。那么在这边呢，当然首先再一次非常非常的欢迎各位今天来到我们东区的复合式概念店 Hotel V， 参加这一场呢是美国芝加哥的休闲鞋品牌 Bucket V 所在这里创办的 Pop Up Shop 的开幕记者会。我想今天呢，不管是从天气，还有呢走进这个会场非常缤纷、非常年轻的感觉，大家都真的可以感受到夏天真的来了，有一种春夏很缤纷、很轻松、很年轻的氛围在我们的记者会的现场里面。那么其实呢，我们说到了 Bucket Fee 这个品牌呢，它从创立到现在呢，一直以来秉持的概念就是背板上面所写的 Art is for everyone。 我想艺术其实真的不是像我们刻板印象当中那种可远观但是不可亵玩，而是可以真正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把艺术变成鞋子穿在我们的脚上，带我们去看这个世界。所以呢，其实从创立到现在， Bucket Fee 跟很多很多的艺术家，而且是来自于全世界超过20个国家，那么至今也有100位以上的艺术家跟他们合作了。所以大家所看到的每一双鞋呢，都是一位艺术家呕心沥血之作。而且这些艺术家不仅仅是衣服或者是鞋子的设计师，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领域，绘画、文字或者是图像等等不同领域的艺术家里面，这些艺术全部融合变成了我们穿在脚上的鞋子。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当然跟我们 Hotel V 这个复合式精品店是非常非常的契合之外呢，我想其实也真的可以打动我们，因为呢它真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今天可以邀请到现场这么多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加这场盛会，我们也很开心邀请到的是 Bucket V 品牌的执行长今天也来参加，所以我们现在呢要一起来掌声欢迎他。 Please welcome Bucket V co-founder and CEO,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Raja Namani. We'll take a few pictures first, if you could stand here, we have press. 我们先让大家可以呢拍几张照，让我们执行长